其實是的，一澤千金和美少女廚神，即是美女廚房，都是很多的女仔，還是很年輕的，那是比較難跑得出的。所以就我覺得現在是很難去找一個方法令到大家記得自己的。那之前呢就你就有點緋聞爆出來啦，男主角就是一個就是 A grade 一線的歌手咯，報紙啦。報紙出之前嗰一日，阿田國偉啊，本本上咧就打電話嚟俾我，就話：喂，阿女你攋嘢喎，咁樣咩事啊？咁佢話：喂，你係咪同阿邊個邊個邊個出過街啊？不如影到啊！咁如果要你形容你同桃子嘅關係，你會點形容？好簡單嘅啫，兩個字，朋友啫。我自己是喜歡跟一些比較成熟一點的朋友傾偈啊，或者因為我會覺得一個成熟的人，我在身上學到我自己沒有的東西。還有我是喜歡一些比較有思想的，那大過我的人當然經歷的多過我，就自然會有思想過我啦。那所以我其實我一向選的男朋友都是比自己成熟一點的。咁除咗呢樣嘢之外，會唔會有其他條件係你自己心目中？咁當然要專一啦。專一好緊要。專一真係好緊要啦，係咪先？有冇試過有啲許晉亨級或者係李澤楷級嘅人走埋嚟咧？都有認識呢啲朋友嘅，即係比較有屋企有錢嘅。咩啊？即係我想知道啲有錢人係點樣嘅手段。都問徐子淇。